心脏很大耶。好，谢谢。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暂停研究所，我们的王所长也是我们教授，带来这个精辟的演说，感谢您今天。啊，再次掌声我们中国红门武圣山，也就是我们全球红门联盟总会长、总山主刘慧静，掌声鼓励。这是大哥最大的，但是我要是跟我的大哥秦红门大宇的话，我的左手不能高过你，我要再安静一下，表示我尊敬我的大哥，我这个都有辈分在其中的道理，是这样。南少林寺人，南少林寺人，他是冰糖怀文，每天有和尚，每天有和尚在念经，在诵经，在上下。那么各位好朋友，这几百年来、三百年来，没有人做到，我们就是我们现在的前五祖。官兵追杀的时候，有五个武林的高手，先从李坛主嘛，阿坛主，入本襄阳，成立了，成立了。李坛主，因为到我今天我一讲，刚刚下班就来，我们后面从来没有失败过，从来没有跟满清失败过，我们都是坚强勇敢。